目《收家为》的领袖岳云鹏、孙越。谢谢大家的热情掌声。刚才这个节目叫做打灯谜，传统的节目，逗哏的这位老师叫郑好，捧哏的叫谢天顺。这两位演员给您说了一段，下去休息一下。演个论知识。刚才那两套给您说了一段。两套说对了，怎么说？说对了。两摊。哎。啊对。两位。你说这口误。什么？就两位就完了。两位演员给您说了一段，下去休息一下。说的多好啊！打灯谜、脑筋急转弯，什么这个智力测验的节目，像这样的节目呢，首先要表演的好。对，词儿都是那些词儿，演出来人家正好演得特别好。捧哏的装傻充愣也不错啊，毕竟人有经验了，对不对？都60多岁了，老演员了，还活跃在舞台上。人家说话嘴不留德，是一个不错的演员。谢天顺年轻的时候在天津说相声，带动了天津的不景气，来到了北京，继续说相声。谁成想带动了北京的不景气，他也很郁闷，对，也很沮丧。是来自国外的，好好活着吧。啊，废话。总的来说，说的不错。对了。让踏踏实实回家，受伤了，要容易猝死。谢天顺，辈分也特别的高，就是的，和我连刘宝瑞，这都是一个辈分。宝字儿，人那几位人都死了，他还挺俩活着呢。我曾经也问过他，在后台，我说老左，我们喊叫老左，因为他比我师傅要大2辈，他比我大3辈。啊，我说老左，人家像您这个辈分呢，宝字辈人都过去了。您怎么还在这儿呢？啊，老头说什么呢？没有说话。我没回答呢。直接抽的。啪，差点没抽死我。后来我才明白，不让你问。废话。这么大岁数的人能不死干嘛？好吧，二位下去休息一下。这场应该他演出了，换一下，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他叫孙越，孙老师是个相声演员，对，说的也不错，好，一直处于这个捧哏的状态，也是站桌子。捧哏也不容易啊，是吧？俗话说得好，3分逗，7分捧，没错，都在人这儿呢，7分捧，人家捧的不错，您夸我，严丝合缝，我跟他就是南海油和去你的吧，也挣钱的。赢那么点钱，去你的吧！你口袋里拿哪能借钱？不是，有王法没有？您这是捧我们的吗？是。怎么那么带情绪的呢？没有。好好说啊！好好捧我们，把最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伙儿，谢谢大伙儿买票来了。相声听就是乐，对，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回家，多好的事情啊！是啊，今天是礼拜六，大伙儿啊没有班儿啊，也没有在家休息，上这儿听相声来了，挺好的事情。一会儿下场都别走啊，干嘛？咱吃饭去，好不好？好，好，就当我没说，好不了你。不过这我不知道谁花钱。你给我出去！不能提钱的事儿，治不了你了。我当时没说你呢，我睡觉了。那怎么了？带人呢？我脾气不好，是吗？你能把我怎么样？咱就说这个事儿，我们应该是继续努力，把好的节目奉献给您，还有你们勤加练习。大伙都知道我们相声演员有4门功课：说、小、逗、唱，这4门功课。说、学、逗、唱，每一门都不容易。我问您呐，这4门功课您行吗？
哎呦，这个人有所长，才有所短。嗯，那不一定都行。他们不是，不是，不一定都行。人家四百多年，不一定都行啊。那还有钱呢，站着干什么？就你这样还卖账呢？您别黑啊，这四门您怎么样？我都不行啊。您是不要脸了，您是。对呀、啊。拿。勤加练习嘛，对不对？说都能说点什么？说呀，嗯，蹦蹦板蹦蹦板，鞭子牛绕口令儿，这都能说，哎，都能说点。学呢？学也能学啊，比如天上飞的，嗯，地上跑的，嗯，水里游的，草坡里蹦的，这都能学，都能学。今天来的观众可是不少，是啊，当着我们现在观众朋友的面，我们学一个，学飞，天上飞的，天上飞的怎么样？他比有人。这都来不了，学游的，学游的，你学一个浮萍，我深，我来喝标了，哎，我对不对？来两个演一死鬼讲话吗？那我来一本死了怎么办？先学小鱼儿，我学你，你待会儿对，来不了，来不了，好好，怎么蹦的？哎，怎么蹦能学？你学一个蜡蜡。我是大长腿嘛，你学他那个表情，我是那玩意儿有表情吗？是脸的脸都硬壳了，那是学他的眼神，眼什么？忧郁的眼神，玩儿呢？怎么跟铁夹似的？学什么学呀？忧郁眼神吗？什么都学不了，这能画多的，是吧？哎，画多的，真正能学学什么？学呀、啊嗯，哎，绕口令儿乱七八糟这个。这能学，这能学，好不好吧？最有难度的是什么？最有难度的，得按这圈儿去唱唱。嗯，他说的很对。今天一共七场节目，有几个是唱的节目？您七场，九场，这几？七啊，一二七，这七啊。刚才数了一二七，这是七首是，这是七。这是那这就来了，当然了，没听说过，您这是什么呀？这是手伸那么长，七场前他们基本上吧都不会唱，基本没有唱。真的，你行吗？我这嗓子来不了吗？本门风格是什么？本门太平歌词。对了，本门风格是太平歌词。有同学说唱歌、唱个戏、唱个小曲小调，那都是学。真正的本门风格是太平歌词，不好来。首先呢，要有乐器，哎，就是两块竹片。我们常说的叫玉子，哎，玉子，玉子板儿，你带了吗？我不知道我在干嘛，不会吧？认真会不会我在干嘛？
子弹入伙。那么想着你大爷吧。对，你就是人脑子。干什么？你摸哪儿了？摸一个腿儿。哎，这个哎，要饭呢？我马上歇兵了，咱俩人谁歇兵呢？一直找，一直找啊！你说他教我怎么？哟呵，我干嘛呢？你来，我来，我来，我不会。这就是太平歌词，本门功课。其他唱什么都不是学唱，学唱类。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那个大鼓，哎，大鼓曲类，特别是京韵大鼓，哎，我最喜欢，是吗？因为我师娘是唱京韵大鼓的，哎，对，反派京韵大鼓，哎，名角啊，有这么一段叫做《黛玉逢岛》，对，唱给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好像唱的不是很好，但是没有关系啊，我心宽。那太错了，那《黛玉逢岛》啊。当里边儿，里边儿的，这是大鼓前奏。梦乡，哎，聊什么天啊？老师会长秩序啊。梦乡，园林。像什么？你怎么什么都管？为什么？你别笑啊，那年轻还是哪儿唱不好？下来的纸上也没笑得过来呀。梦乡，啊，我就当听不见吧。那人家是玩游戏。梦乡，啊，园林。回到
管，一边奄奄不起床，他月儿也不负，生儿也不重，房儿也不是，周儿也不长，白日里神魂颠倒，情丝转到南来，彻夜无眠恨楼长，瘦的一个柳腰儿无影一把来，病的一个杏帘儿又焦黄，咳嗽不住应声儿哑，娇喘粉皮儿张，樱唇儿迸裂又成了果汁，珠泪儿流干目光，自知道若提儿支持不住，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分有限的时古建的和那个放一下，您开始您就没拿出来，瑕疵瑕疵，不瑕疵的，这是古曲，再有戏曲，我也比较喜欢，是咱们北方有一个剧种叫做评剧，哎，北方的家喻户晓，今天别开胸面啊，好，我们唱一回，好，评剧，好，我们坐住了啊。别管一变过一这么不要脸，两个版本嘛，一个男一女嘛，什么版本？这是评剧吗？谁敢说这不是评剧啊？您说是北方的剧种评戏？什么评戏？那我哪会呀、啊、哎，不会，你说北方的剧种评戏我不会啊，您不会，我唱的比较好的啊，当时我们河南戏哦，是为什么要提这个河南戏呢？因为本人就是河南人。好、哦、对，您听口音呢可能听不太出来啊，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北京。从多少？好吧，我说错了，就是打工来到北京啊，从小生长在河南，对这个河南戏呢比较熟悉。河南人，河南呢是一个戏曲大省，哎，对，那什么剧种都有，最有名的就是豫剧，哎，河南豫剧，豫剧为什么叫豫剧呢？为什么叫河南简称豫？啊，所以豫剧，这个废话废话，豫剧，再就是河南曲剧，曲啊，代表人物张新芳，还有凯元池，人家唱的确实是好，还有河南乐调，乐调啊，代表人物就是申凤梅，对，还有很多，当时那个河南戏啊，最有名的大伙都还知道的。豫剧，河南豫剧两出代表戏。那样，我看看你。这我还真不知道。不知道吗？我当时生活在北京。豫剧代表戏两出戏。那样，朝阳沟。这是什么事？我不能朝阳沟。他是什么？朝阳沟是考黄案的都忘了。朝阳沟。哦、嗯，还有花木兰。哦，花木兰两出戏。花木兰呢，大伙都知道，这是赵薇演的花木兰啊。赵薇也河南的呀，跟那个是没有关系的。
个《长相遇》那个版本，花木兰，好听极了。玉树红军的，就哪个都知道。哎，刘大哥讲话，哎，你会唱吗？哎，这我呢，你给大伙唱一下。我唱的，好，唱好听点，来吧。我给你们唱唱几句。那现在我听听啊。刘大哥讲那话。甩腔嘛。刘大哥讲那话，理太偏。哎呀，谁说你？这将士们才能有着吃和穿，那要是不相信呐，请往他身上看。咱们先还有一和尚，这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练呐。我自己家的，哎，我找不过去来的，河南豫剧，要说最好听的，我比较喜欢听的，你喜欢河南原调，原调沈从梅，嗯，不知道大伙有没有注意，昨天晚上我发了一篇微博，啊，那我们大伙看看这位老者是谁，这位老太太，那就是沈从梅，啊，河南原调大师，但是京剧马连江马先生唯一的一个地方戏的徒弟，唱这个诸葛亮最拿手，唱诸葛亮的小时候，唱这个诸葛亮的小学、初中、高中，然后怎么进的北京，怎么进的德云社。你叫诸葛亮啊？咱就说这个意思啊。沈从梅唱的确实是老生啊，她是一个老太太，她唱这个老生，嗓音非常的粗犷。河南戏老的女性居多，当然了，高亢激昂，催人尿下。哎，这是你是跑不了，你尿。她唱了很多戏，《孔明出山》《舌战群儒》《收姜维》《狗粮吊孝》很多很多。其中就值得多的。对了，值得一提的就是她的成名曲，成名就是《收姜维》。哦，成名作，成名作《收姜维》这个剧组，这个剧组知道吗？您知道吗？我当然知道了，这么说，我就知道这三国里边的事儿。这就知道啊，天使官收姜维，天使官收姜维派这个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前去收姜维，谁成想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败下阵来，从来没输过，这不输了，输了，输给姜维了。然后派这个三传令马岱去接这个姜维的父母，但诸葛亮就喜欢这个姜维这个大将，对老将收智勇双全，孝顺父母，把这个母亲接过来，后来在这个凤鸣山把这个姜维给收了，反间计特别精彩，但是剧情比较简单，大伙也都知道，但是其中要有几句唱的特别好听，是吗？特别是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败下阵来，就觉得羞愧难当，哎呦啊，就觉得痛得要死，是他没输过啊，然后诸葛亮有这么几句唱，好听极了。劝人家的。对了，我给你们唱几句。好，您来。四千岁，你们要羞愧难当。四千岁，为什么叫四千岁呢？因为他是老四。桃园三结义，他是后续。对，他是老四。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啊！听山人把情由，细说。想看见唱
真的啦，江波若雪起方刚，虽说你今天大会百丈，远山我用兵不倒，你莫放在心上啊。就这么几句唱，是非常好听，您嗓音也特别的高，肯定好听。咱是学人家一丁点这个皮毛啊，小皮毛啊，学人家一丁点皮毛。当然了，最好听的还是后边有一段大唱，大段，嗯，特别特别多内容，我说吧，你说吧，等会儿我下去。啊，不是大了几多少？你说说，我再试。不是，那有多少？你说好多。好多句说也说不清楚。那天吧，像可能今天天也不冷，那天上我家，有表就看，没带。上我家，我给你，真会啊！那放音唱在这儿，我带着录音呢。哎，嗨，这不还是放录音吗？放录音怎么能行呢？对，您，我来，我来，您学学。我在哪儿啊？在这儿啊。现场来不来啊？来不了。为什么来不了？这是两个人的戏呀、啊，收姜维，收姜维吗？我可以来这个诸葛亮，对不对？哦，里边还姜维呢。啊，对呀、啊。谁能来？哪位观众能举手啊？我能来，可以来，对不对？你不是这活谁都能来。你收姜维的河南乐调，他可会唱乐调。说啥呢？你看，女上吗？不是，诸葛亮女上。你们家女上是这样的，那翅膀儿这是。那你翅膀扇多乱。反正太难记事。唱过。我们也不会河南，一共没几句唱。这样吧，啊，这人没有事儿。对呀、啊。谁要是来这个姜维的话，不用他唱了，现学也来不及了。不用他唱了，就有他一句话，一句叙述。对呀、啊，姜维回想来时四岁呀四岁，他被这个诸葛亮给收了嘛，他配合这个诸葛亮，就这么一句。姜维吗？当姜维回想来时四岁呀四岁，然后这个诸葛亮就唱上了一百多句。姜维回想来时四岁啊，不是我来了吗？谁呀？我呀。你来不了。我怎么来不了？大伙都知道姜维啊，那是红脸的汉子，明脸不红啊。这样来也行，怎么呢？你躺着，你全对了。没错、啊，多红啊！那是姜维吗？给姜昆这一块儿，还摔碎了吗？那怎么办呢？你错过来了，那你也不当诸葛亮啊？诸葛亮是没胡子吗？我光。不能放录音。行，那咱开始吧。开始吧，不废话了啊。
我上了，我说姜文这还是死死死的。对，你打，来来来来，真的开始啊！这还不简单？姜文跪下来是死罪啊，死罪！这就完了？不啊，你是要死我干嘛？诸葛亮怎么说话的？就这么耷拉脑袋，死罪要死，怎么了？那我怎么着啊？戏曲的舞台上要严谨，激扬慷慨。我大将，我早说了吗？再来，他又叫我说，姜文跪下来是死罪呀，死罪！好，好，太不简单了。哎，你懂这个词儿吧？哎，不是姜文这接诸葛亮跪下来时。宝贝儿，这就完了。还怎么着？还得死人怎么着？你不懂，你唱这戏吧。我来来。姜文是打远处过来的，跑过来的。姜文回下来，啪死了。你这干嘛？跑的啪死了。那个姜文人家仨月演一回，你不知道？演一回戏仨月，你不懂啊？那我跟他跪你了。你的刀呢？什么？空着手就来了？我拿刀呢。啊！哎呦，还要砍诸葛亮的戏？拿刀！咱不折腾他了，行不行？拿刀吧，拿刀！折腾你！啊！折腾什么？我来一回诸葛亮。啊！我一分三儿怎么回去啊？那不行，赶紧的吧。我最后一遍了啊，都不到了，最后十点钟。让我死了算吧。不是，咱先说清楚啊，我是跪着的，您看我这不起来。那看我了，我能看你了？我唱不了几句就把您搬进来了。哎呀，诸葛亮，你看将军起来了。您最好省着，这是你唱出去就飘。行，行吧，行，你别往上走了啊！队长，干干干！带着刀叉。姜文跪下来是死罪呀，死罪！打我！
行吗？行。看您的面子上。这个剧情呢是这样的。三国是行了，三国。西蜀丞相，别西蜀丞相。用心讲啊，大伙不明白啊，他明白我死了，你唱就完了呗。人家买票了，我没买票也不怪人家了，您唱就完了。啊，行行行，还叙事呢，不没办法。一生一拜，一拜一生不知平常，可惜将军把汉相啊，两军阵上，一生一拜，一拜一生。一生一拜，一拜一生不知平常。哎呀，可惜有能耐你唱一万遍。好，你把这话你吗？我这考戏好几回了，我这。吉阳吉阳，就问你且把。就只言说端详六贤之出世来，八野窗桃源结一六关张，水井园之推荐先帝把我放，他们弟兄三清山人那我龙岗，我也曾心喜呀，南海浪穿营，七星一夜奔三城，走大洋白下头，如果到长坂坡前大战一场，有长山赵宗，北道少将啊，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北？哎，就是白呀，口音有长山赵宗，白袍少将啊，保留住斩草兵还锐步，可当张仪来不在当阳桥上啊，大喝三声喝退老将军回应，他对我讲：“江将军，你有有重，你有有小，你有有刚，你有有强。重色郎将文武全，才是无双。李茂公一来，我就把前方。到今参与过岳江中郎，因此是山人，发兵将，名字起山，小的王家。我把将军回我吧，你是将，我是强，有什么军服大事，红头大帐红通，不商量。我教你天文地理和星象，他教你。”Thank you.
烧姜梅，这不是一个传统的菜，哎，这是我师傅在家帮我创作的这么一个节目，已经好几年了。之前我跟甩东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我师傅说要你来一个烧姜梅这么一个节目吧。我说我听过这个节目，河南乐调大师是凤梅唱的，我师傅你去学一学。我说不用学，那小时候我就经常听，后来逐渐的也学了一些。我师傅说那你就来一个，跟甩东让他跪在台上。我说那合适吗？我师傅说怎么不合适？我就吓了个样。后来我就成功了，跟甩东演过几次。后来跟他在一起合作，我就觉得不合适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太胖了，他把衣柜压低，他容易死去。压低他就死去了，故意的吗？确实是这样，已经有半年没演这个节目。之前演过两回。为什么又重新再演了呢？因为好多观众说，我记得你有一个烧姜梅这么一个节目，觉得那节目挺好的，为什么就不演了呢？我觉得让他失传就不太像话了。就因为这个捧哏的让他失传就不像话了。我跟他商量了一下，我说这个节目咱还能再演吗？他说不行。我说那你还干吗？他说那演吧。也接着演了啊，这是累的。前些日子他腿不舒服，最近这不刚好吗？没事吧？说实话，我心里不好受。没事，真没事儿。大伙儿给他鼓鼓掌，我觉得应该。我这边正忙，我腿好了。这个捧哏的其实也不容易啊，往这一站就受这个逗哏的欺负啊，一会儿喊爸爸，一会儿喊爷爷，而且我心里也不落人，对不对？凭什么呀？这就是我的儿子了，对不对？凭什么呀？你不落人的吗？没有啊。烧姜梅，大伙愿意听，咱们愿意对，都说一会儿。那再来一句，是的。其实我唱的是跟人家差着千里，差得很远很远。有什么味儿？为什么说还敢演呢？就是这么要脸。再一个，北京的观众可能就没怎么听过这个河南乐调啊，大伙都不知道，所以我敢唱。河南的，那就不行了。我在郑州演出过，我说我给你唱一个《烧姜梅》，这是烧姜梅著名的曲目，采取观众哈，掌声四起，非常的热烈啊！但我一张嘴，咦，我都一半。不是不是，也是在为我鼓掌，这是咱们共同的一个掌声嘛。就觉得唱的还是不错，最起码他有嗓音呐，对不对？嗓音高亢激昂呐，是跟人家学的。知道的。那就愿意听就愿意在里面多烧一会儿。其实台上比台底下要热很多，虽然今天观众都坐满了哈，坐满了情况下就更热一些，但是台上要比台下更热，灯光一照，台上得有40来桌，加上我们。家里的穿多少穿的多一层两层，今天通常洗澡就还穿了一个秋裤。你看看干一个真是够大。今天下午今天观众会是不少，据我所知晚上票已经没有了。我们今天晚上是一个很精品的这么一个节目，80年代以下的精品展演，80、90，还有90年代的作品。因为80年代那会儿那个作品呢少，对，再加上也不怎么成熟。搁现在你重新再演的话，可能要改动很多，必须得改动，符合现在当时情况。对了，没有，今天晚上有一个像精品专场，大伙儿没有票的没有关系啊，或者说网上也有这个录音，也有这个视频，大伙儿别说这个。啊，没有录音也没有视频。兴许啊，兴许，但是现场听还是更好的，感觉是现场有错的，我能听出来。大伙儿真是非常的热情，这儿这么热，上面儿听相声，挺激动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翻场，咱就闲聊几句。大伙儿有什么问题，我你回来。了解一下，只要您敢举手，我就给您轰出去。没事，您不到玩啊。对，
那我们冠军可以的，没事可以的，我们这样我们知道了，我们都会给您解答的，闲聊吧，是吧？那您现场就不敢问，在微博上的感觉别说是你不是真人是谁感觉这是现场机关打死你好吧，既然没有了我们就走了记者发布会结束哎，翻场再给您说一个笑话。哎，哎呀，这样吧，你唱一个吧。不会唱，我的嗓子，我想着你来不了。不会吗？我真不会。你来个歌，来什么歌？音乐，音乐。没有，这我真来不了。我的嗓子不行，现在就走这儿。哎，那路由器呢？那就走这儿。哎，来不了，真来。那我小时候不跟女孩玩。那我说一个，说一个相声段，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说点谁的事儿呢？嗯，他的事儿。我得豁出去是吧？就是他的事儿。其实他是一个有钱人，问点，他是一个富二代。什么叫富二代呢？就是他哥哥特别有钱。富二代，他嫂子有钱，那叫嫂二代。反正他是富二代，你后来。不是哥哥有钱就是富二代，那这么说你是你嫂子生的？怎么说话呢？说你急什么呀？你说错了知道吗？得我父亲有钱往下传，我没钱呢。什么钱？我钱病都没有。心动心动，那个全是他父亲有钱，他父亲是畅销系的老总。我经常弄一妞就大 H 似的，我叫孙小梅，没有钱呐。这人呢，有了钱以后都是挥霍。哎，对，啊，他也是，我也是。买车了吗？哎，买了一个车，七手的奥拓。这是有钱吗？这个，咱车牌照清 A 的，是我吧？清牌，清朝的牌子。哎，清 A， 清朝政府的牌子。哎呀。您琢磨琢磨 ，A A 什么 A？ 清朝有汽车，皇上八国联军撵着啊，八国联军派的是明 A 的，哎，明朝政府的，知道隋 A 吗？唐 A， 秦 A， 女娲 A， 啊，还女娲呢，盘古 A， 那不要胡说了啊，秦 B 知道什么？哎，秦 B 也别蒙我啊，秦始皇头的钱，秦始皇那会儿出。他都是听戏听来的，反正就是汽车的发动。我看中国的，天天拿起来给汽车打气。哎，您能弄吗？你他那时候给汽车打气，为什么打气呢？啊，头一宿啊，经常有人给他放气。哦，有人成心给我放气，不知道你得罪谁了？谁那么缺德呢？不行，打气，天天打气，天天打气的打气，打了没十下，棒崩了，崩了，头一宿人家没放。哎等装好了，我汽车喷漆。哎，啊，这就是喷漆，根本不是喷漆，换颜色。干嘛去喷漆呀？影响心情。什么意思？换不同的颜色。哦，不同颜色影响不同的心情。对了，天天喷漆导致这辆汽车越来越大。哎，然后根本就因为个都是一样，没事。然后带着自己的媳妇大 H， 还有那个小宠物，养了什么呀？养了一个小猴子，一家三口出去玩。哎，没有，郊游。郊区旅游，哎，你们家跟猴论亲戚呢？我两口带一猴，带一家三口啊，这像话吗？两口带一猴，两口带一小宠物，两口带一宠物，哎，出去玩去，七手的奥拓能上高速，还能机器跑，在高速上坏了，怎么了？出事了，有车坏了，怼了，我撞车，怼树上了，哎，哒，怼树上了，先朋友们，什么叫知礼？我是提前等了吗？岳老师，岳老师。您等一下，嗯，您开心呢？不是，光开车上高速，愣怼树上，上高速上有树吗？高速高速的吗？是高速还是高速？高速上有一高树，高速上就不可能有树。县长。
猜，现场都漏，我们猜就是葛源了。啊，就是我，是我哪知道？哎，这好，还是你跟的，完了怼上了，嗯，车都碎了，都废了。哎呦，他们两口子分尸了。分尸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俩胳膊俩腿歘飞出去了，脑浆子歘弄一地，眼珠子歘都飞出去了。那媳妇也是从这儿歘飞出去，长的。特别碎，不是，你都成孤儿了，还这么高兴？您说这话有意思吗？我都那样了，你有意思吗？我乐了吗？你没少乐，你不经意间的流露，哎呀，高兴眼睛了。就弄走了，是吗？这俺都讲啊，飞了吗都？太对了，得亏那个小猴子没事儿，猴没事一点事儿没有，猴灵。警察还问那个猴子，警察就问，您，警察问这猴，警察是唐僧啊。我说的是唐僧了吗？那猴也听不懂人话呀，万一呢？没有万一，胡说，悟空奶奶。哎呀，抽烟的抽不了脸啊！哎，你等会儿，你警察干嘛去呀？下意识，警察下意识骂街，警察嘛。我再问你，抽完烟干什么呢？嗯，在看桃子。我以为亲嘴呢。没骂自己媳妇。我问你，亲完嘴干什么呢？干什么？啊，快说快说。哎呦，不该在这时候出来，你还用这个？我问你，当时你在干什么呀？猴呢？没有。你可以点啊，可以点。你在我会唱的，我就不行。开心箱，好，我没板儿，干什么？啊？大友，主要是大友，看到板儿了，请进吧。张学友，张学友。这是我刚刚出版的，没错，就去啊，在西单有卖的，大伙可以去买。西单这个通道里，西单图书大厦音像厅通道里有我的专辑《五环之歌》，这是我的主打歌，唱的主打歌，哎，啊，《五环之歌》啊，五环，你。怎么办？
石环。石环那是河南。这调儿的，别胡唱了。口述的，这是瞎唱。哎，我也不能出专辑，说相声怎么会唱那个唱歌出专辑呢？大伙儿，你这样，我再给你唱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你看喜欢的什么歌曲？什么歌？什么歌呢？你喜欢的忘了呢？我喜欢的挺多的，可以去点啊，让他唱一个啊。忐忑，忐忑。多可是难受干什么，人家毫无征兆都神经病了，我还得先封你一下，我还没得去说两句，我这有头了啊。最浪漫的事儿，好，最浪漫的事儿，这是我成名曲。这是你的成名曲啊？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是个给我深爱的男人。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她保留着那一份天真，她是最爱我的唇。一个人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